演唱一下《爱情证书》，来欢迎何美。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，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。首先要对决的两位是，不要何美。何美，请就位。何美很强，何美跟徐凯西现在是最强的。对，凯西第一名。好，与何美来。我不要。对的。我不要。胡志强。台中市前市长胡志强先生。他刚刚要先进。富贵方。对呀。铁板题，三战两胜吗？三战两胜。先抢两分就赢。先抢两分你就赢了哈，请出题。我也以为我能够。哎呦耶 ，Elba is back。的时候转身不打扑克。哦在这个危险时候。哇，这好好跳这首。以前在练舞的时候都会听。只能心中虚构，有人说爱是种节奏。赶快写答案啊！失去了所有，我觉得。这个我跟你讲，唱下去就知道了，后面就出来了，就出来了。副歌，连我都知道。经典哦。好，三。他不知道哎。三秒。他会不会还没出生啊？两秒。怎么可？没有，这个很久。一秒。哎。但是没有，因为他才26哎，他26岁，这我小学的歌。到时候他应该好。他26岁。请亮答案。爱就像卡布奇诺，那你写卡布奇诺。卡布奇诺，对，卡布奇诺，它是英文的卡布奇诺，好，就是这样。第二题，请出题。何美听牌。我们为爱还在睡，却沟通那一夜下雪了解，水中不对不对啊？基本上请看答案。爱情证书，演唱一下《爱情证书》，来欢迎何美。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，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。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，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，这爱情一定。赶快拿到爱情证书！好，哎呦，对，快了，真的。同时，我们这位胡志强先生也拿到了他的毕业证书，恭喜！